不行，我跟他已经分手了。这跟你们分不分手没有关系。罗老师，这样好不好？如果您觉得他的资质不足以满足我们律所的要求，那就让他做一个寿星律师，可以吗？你看啊，这是我们律所各级合伙人推荐来的律师，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 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，早。 那个，你们知道这个娃娃是谁放在我桌上的吗？你不知道这是谁送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就更不知道了。你送我的？你为什么会认为是我送你的呢？ 那不是你送我的吗？为什么不能是别人送的呢？别人谁会那么幼稚啊？谁说送娃娃就幼稚啊？是不是你？你都承认了，还说娃娃不幼稚？是不是你？罗律师，和你是大佬，对不起，冒昧打扰您。不打扰，不打扰。来，快请坐。想喝点什么？ 我就是来给你说个事儿。没关系，给何老师倒杯茶，坐。如果你们还有事儿的话，不方便，我可以下次再来。没关系，您请坐。丽娜姐，何塞的姐姐，亲姐姐。我不是要问她是谁？那你要问什么？对，这个玩偶是罗宾送的。是吧？我就知道，是不是你替他网购的？我没有那么闲。哎，那丽娜姐，我现在得去给客人沏茶送水了。 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啊？如果你十几年如一日都坐在别人家门口，干的都是沏茶送水、迎来送往的活儿，你也会不开心的。您找我，还是为了刘英美借条的事儿吧？啊，刘景明已经跟我说了，说了，你问了他，他也告诉了你。 你说何塞，我弟弟也是，他缺什么，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他干嘛让英美去找别人借呢？哎呀，他这个人呢，就是太好面子了。也许他是怕我爸知道，因为我爸管他太严格了，从小不让他犯任何错误。是。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儿，想求您帮忙。您别说求。 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办得到。因为何塞一直说您是他最要好的朋友，所以我想这个事儿只有您能帮他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也许是我爸去世的太突然吧，何塞打击太大，一时缓不过来。他现在脾气特别的暴躁。 每次去看他吧，他总是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、乱七八糟，然后就知道打游戏。他这个人不是这样的，他特别爱干净。他每次去我家的时候，他都是帮我收拾。现在我去他那儿，我帮他收拾，刚给他收拾完，他又弄得一塌糊涂、乱七八糟。以前吧，他特别热爱工作，可是现在就知道闷在家里打游戏。 我想请你帮帮我，能不能去开导开导他？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到现在他也没结婚。我知道了。